十二，来看四家的牌。我们看一下庄家 Johnny 的牌，塔塔的牌，新伟的牌，只能胡一台的牌。你要胡超过两台，你都不能胡啊！一台只能两台。好，庄家请出菜。好，北风。没有人要好摸，你管那么多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想怕有人忘记嘛。发财，发财，有没有人发财？红中红中，对不起，喊错，这是诈骗吗？发财都行，我里面有发财了。刚才说你是艺人，你们打的吗？不是太早了，哪个没有人这么早约牌？还没洗，通常都是约晚上九点好了。东风，啊碰一个。哦，这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发财，发财，发财出来了，金价是发财，金价是发财。南风，八万，这个东风就要淘汰一个蛮残忍的，对，有人起个大早五六点起来化妆，然后就开始淘汰，就开始罚站了，真的，白板，没有人要好摸了，左手右手，一万。好，碰一个，碰一个，谢谢。二条，九万，一台有点惨，不花，花一个，西风，不要。三饼甜的，哇，这真的甜。这样子喂，七个。对呀、啊，庄家在黏喂我一张吧，都没有味道，这样一直。九万，前面太痛了。现在就非常不无聊啊，一大早就开始叮。对啊，多爱叮啊！来了四条，碰一个。我还以为我想吃了，对。骂他，还以为有东西吃了。他碰一个牌，你就顶他。好，喂一个七饼。这样子喂，你们家不要忘记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行不行，好幸福哦，好幸福。东风，三十位，哎，抓哪里？瞎抓，女人，太早了啦，来，总统府，总统府，有味了吧？有有有有有，这个很可以，吃起来甜甜的，叮。九万，叮得好。叮叮谁？叮你。叮叮没有叮到他。他打八万，我想说应该不要吧。八条。哦，三饼八、欸、八条七，他都给饼都丢那些很中间的，还是很好啊。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了，好哟？四筒这么年轻哟，真的是，就都不喂我任何一箱。四筒还不错，我真的吃不到吗？完全不能吃哎，都没有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一万再一只，哇！一饼，不要。八饼，七八。哇，牌感觉真的很好。嗯，他只拿了一个北风。发财，胡了。啊！胡发财，我刚才一开始还好，我先丢哎。天哪！发财，你先倒下，你是后队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一定是后队了。果然牌很好，一定很好的嘛。嗯，但是没有想到是胡发财。对，嗯，多一台、啊。罗莉亚的牌多漂亮。对啊，哇，真的耶！他这边啊，对不对？他杠上摸一个五花补一个卡五卡五万，你听什么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什么？这边一个嘛。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啊？还有吗？没了。没啦，你刚刚挺想骗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自信嘛，还想骗你？太早了。哎，你真的很有意思，啊？哇，好厉害！发财白皮庄家，好，三台，好，东风三选一的第二把 ，Johnny。没想到发财放花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而且都吃了那么甜的牌。不是，我想这三场我连输三场都什么？上一场赢了，而且拿到奖金，第二场东风就被淘汰了。哦，这是个诅咒。
这是我飞一个轮回，这是还我一个公道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你打开门，开。我想要牌福利好，是。我刚也觉得我会福。那来看看四家的牌，我们看一下庄家罗丽塔的牌，新伟的牌，一台的牌，三台，太可怕了，三台了，接下来不能再胡了，三台，已经胡超过一台。来，罗丽塔打一张。好，来，东风无力百花彩，先跑。来，哎，立刻就要碰了，立马碰，这么爱碰。东风有台哦。对呀、啊。西风。西风，我。等一下。左手不要闪。现在那个红大字红中先跑。太可怕了。红中先跑。很怕，我很怕。风现在很怕大字。鸡呀，碰了一个，谢谢南风。好，南风。牌都这么好，你看看。对呀、啊。才打第一张，你没有四可以打回一的，我们都不用思考，好难过。北风考虑。这么久，那他一定有很多，还有小刘。还有小刘子，他小心他哦！哎，有字赶快跑！麻将没有打那么好，别乱猜。三万先跑，哇，这样还吃不到。那我也要跑红中，快跑！就你们不要想吃要碰的小鸡，避免放炮比较重要。真的，感觉一台的牌又很好。对呀、啊。看他那个充满自信的笑容，好人厌，好人羡慕，超级讨人厌，很悲催，等他打出去，等他有一张，他等下会给他。他已经骗牌了，北风当枪。他已经骗牌了，真的假的？三张北风打一张。哇，七月份的，这样来得及跑吗？你是不是先碰一个碰一个？好，你是不是带了好伙伴一起？没有没有。大家小心哦，发好像还没出来哦，他刚刚发的发。三笔，不要，不要最好，不要最好，哇，八万，八万，南风，一万，哇，终于吃到一万了，拿回来，吃起来，白皮。碰一个，好怕哦、喔，还没出来，好害怕。两台了，哇，他给他报仇了。没出来，你有没有胡？没有胡，没有胡，被我摸了。有发财的，再放过就好笑。真的，连放两个发。四万你要不要？我不要了，谢谢你。吃完了呢。哇，我打南风。你打南要沉得住气。不要摸好牌就高兴，很不动声色，这是教你们的。三条，三条，对，喜形形于色，发财，又发财，好留着。麻将就是一个七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牌要装作烂，发财，烂牌装作好牌，可是很难忍呢，沉不住气。九万，碰一个，碰一个。都装都不喂我，都只能用哄的。我给你有个反的哎，哇！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不改进。闭嘴！闭嘴！你打扰到他思考了。对呀、啊，烦不烦呐、啊？二条，二条。哇！怎么可能？自摸，我先打下。哇哇！自摸牌。对，你庄家一台的两台，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所以我就讲打麻将哦，你要那个判断很重要，嗯，哦，所以这就其实打麻将是真的是一种脑力激荡，而且是真的是要去参考很多种量，它的大数据，对，多方面的最大公约数，那北风好碰啊，对，好了。
现在第三把女装家，体装，你是稳过关的啦，他们三个要淘汰一个。稳过关了吗？因为你刚刚把分很高，分数很高了。十，来看看庄家的牌。我们来看一下庄家新伟的牌，一台的牌，一不错，不错。Johnny 要加油喽。塔塔的牌，庄家请出菜，南风。今天的牌算很快，糊得快。嗯。跟南。进的都好好，刚罗丽塔第一把进一个卡五万听牌，难。那新伟进一个卡七条边七条听牌。但是我刚很担心，我第一把牌超烂。没关系，你现在已经稳的。第一把牌不算烂。真的吗？西风。是他晃得太快。还有。谢谢。一万。摸牌。南风跟打，谢谢是家的，我把南波先打出去。北风，来奇肯，奇肯，哇，啃起来，哎，怎么？捡的给你三条。三条还真是喂不到我，哎，我跟你很不合呢，就是目前两把打下来，我好像还没有吃到他任何一张，重伤先打掉，碰一个，又碰，哎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，集体危险了，可怕了，他现在只有一条，八条，这个可以吃到了，终于吃到一个，哇，怎么办？八风先打掉。好，吓死了！我还有没有跑牌的机会啊？一条，七个，嗯，四万，你思考一下，五万，摸一个吧，五万，完全吃不到，摸一个，二十。哇，我也吃不到，这很甜呢，这么甜，八万，五条，哇，很甜，吃不到，嗯，打了八条，嗯，九条，哇，这很可怕哎，平常，你每一张都可怕，是你吗？你是不是小人？你会这么坏吗？该不会是国字吧？是不是也有这么坏吗？怎么办？他发没事，我们不是谈话心情。我放了一百发财，我只是想笑一下。你们讲了五分钟了，我很害怕，怕又有人听字。对呀，然后上面都没有啊。好中，然后蛮有可能有人想要那个。二万，怎么了？七条，哇，吐血，七八九，摸一个，北七，哇，发财，这牌太好了，哇。白皮，白皮，白皮没有出来耶。对啊，所以是他自己拆自己。白皮，哇，原来是卡在你那里。哇，你留着又可以碰了，你看看，单掉就糊了。三张牌，三张。哦，当眼睛。完了，我有点怕。六万。没事，九万，白皮啊！哎呀，你发财真的没想啊，没想啊！这牌又想什么？六万，你已经看透他了，真的，完全看透。一万，四条，没事。
白皮，白皮。真的有三个，我的车白皮还是不好。下车了，我也没看他的白皮。他下车，他说他下车了。四条。我想说可以拆白皮，只是一万在一只。哇，六万在一只。这个盘子一张饼子都没有。一秒，各位观众，你看一下导播他 tag 一下这个镜头，真的，哎，一个饼子都没有。我第一次打麻将看到，到现在打到快没有黄庄了，一张饼子都没有现。我们都是清一色就对了，全部清一色饼子。看来大家都不敢打饼子，大家都要。家里是抓了饼子下车的，才八九万，二万，师傅，哇。没有，不要乱喊，是这样而已，睡个觉，这样一个。欸，你知道杠上自摸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会怎样？这个要去买大乐透，有双倍吗？买大乐透，真的假的？你干嘛乱讲？我顺便讲一下，哪个都是你的，偷你的金口，你可以割伤了，这继续割下去。我真不骗你，你要去买大乐透，你真要去。谢谢奶哥，来来牌找一下，牌找一下。可怕了！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牌，他是太可怕了。我想他两张这样子，他刚才抓一张九饼的地牌，对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他又抓一张，然后你看看，现在抓一张九饼，按杠，杠杠七饼，绝招，绝招，太可怕。我也觉得好可怕，三饼也没有，大家都不准讲话。今天要去买，不管它大小，买进去买一轮，东风杠上自摸庄家四台，哇！好了，最后一把一台，来，十二，好来看四家的牌，我们来看一下一台的牌，自摸加一台。加油！塔塔的牌是摸杠上加两台，很稳的新伟。对，我要晋级了。庄家请出菜。发财！发财！发财！大家速度可以快一点啊！好。不用先放，可以先打牌，没关系。南风。一饼，西风，哇！现在最危险就是家里了哈，未免者，看看呢、啊，这一把很重要。好，九条，九条，哦，放起来哟、哦。哇！如果要被他胡走，就太邪门。现在都不要说这种话，有点可怕。啊，不讲，对，不可以说。东，东，他等于是自摸两把。对啊，哇！第一圈他就自摸两把，发财。希望我可以后面也延续下去。五花，东风，对。我们很多参赛者都是第一圈帮大家打地基，然后晋级的都不是他。最后，白板，寒风，嗯，七笔，二笔。红中，哇，这么多大字嘞，打不完。八桶猪血糕，你要振作起来 ，Johnny， 这是你的最后一个机会了。五万，哇，这么多。二条，二条，碰一个，三条。不是吧！真的没办法，太快了，还倒下了，快啊！他太快了，他太会进展了，没有哎！我害到他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牌每个人打法像这个牌啊，
它摸它是这样子，还有个七饼。哇，这牌要打什么？打七饼啊？乱讲。不是啊，这牌要打当然打五万啊。因为这边好近，我刚刚有一四七万好近啊，你这牌可以进打八饼。哎，结果他打了七饼，他八饼吃不到。吃不到怎么办呢？我就看他打些牛，他只能摸四万了，摸四万，他就摸四万，打五万，他这样，然后挺像野狐的呀，他也不就是害到他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放炮啊，这就是命啊。哇，好了，这个是一花，哦，一台，所以呢 ，Johnny 在我们的动物圈淘汰。好险！八岁就会开始打麻将。八岁。那最让你佩服、开心的人是谁？我。打得很烂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